我们要继续讨论上礼拜跟各位介绍到这个Reactions of Aromatics 哈，它介绍到这个当我的苯环上面呢是有取代基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你要做第二次的取代反应，那你该怎么选择它的放上去的这个位置哈？好，所以上礼拜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了，当我的苯环上面呢有取代基，这个取代基呢如果是一个electron donating group 的时候呢，它会是一个 activating group。 activating 什么意思呢？是活化的意思，所以表示什么？它是活化整个过程的发生，也就是说它是加速整个过程的发生，也就是说呢它是去降低你的活化能的这个发生的这个降低它的能量，让你的速度是加快的。然后呢它也会是一个 power oil direct input，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上次跟各位介绍过了，如果呢你放上去的是一个甲基的时候，是一个甲基的时候，它会呢倾向让你的这个取代基呢是放在这里的以及这里的，放在两个位置的，这个叫做 oil position， 这个叫做 para 的 position。 好，上一次在讲那个 aq 的时候嘛，我有一个结，我有一个共振是好像画错了，你们要自己对一下哈，就是你们自己画一下共振，那个 synchronous compensation 共振的地方哈，那时候画太快，如果那个正电跟那个双键跑位置是不对的，你们要自己把它修正回来。这是讲到 para 的这个跟 oil 的这个选择性哈。然后呢它的反应速度为什么是 activating 呢？ activating 原因就是因为它放的是一个黑电子基团，所以它做的反应是一个 electrophilic 的这种 substitution。 第一步呢事实上是去做一个加成的动作，先把你的东西呢这个把你这个键结呢达到了 electrophile 上面去，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nuclear 的角色，所以你的电子密度越高它去做这个反应的速度就越快。 OK， 好，那如果不是像这样子 AKO 的这个序列，如果呢我的 R 是一个这个 Acasio， 这个 Acasio group， 那到底它要怎么去改变它的这个怎么去解释它的这个选择的倾向性哈？所以呢如果我今天的这个起始物是一个具有 OCH3 这样子的基团，它如果呢在做 nitration 的条件，硝酸跟硫酸存在的条件之下，它要去做一个 NO2 的取代，整个反应的这个产率呢会是得到 31% 的 oil product， 67% 的 power product， 只有 2% 的 meta product，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选择性。上白同学在问说老师我怎么知道上一个明明 A9 的都是怎样，是这个 oil 的量呢是大过这个 power 的量，为什么变成 OG 生成会反过来？在我们在做这个具有取代的苯环，在做氢键与氢的这些反应的时候呢，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去预测的出来它会让整个产物呢是以 meta power 为主，或是以 meta 以 oral power 为主，还是以 meta 为主，可是它的 oral 跟 power 之间的比例不容易预测，不容易预测。所以在上一个 AKO 的取代的时候，如果是它的时候呢，在 oral 的位置会大过 power 的位置，你以反应点来看是你想象得到吗？当我是要这样一个取代，这样一个取代机 CF3， 我要做 oral 取代的时候是有两个点，它是一个点，所以理论上发生在 oral 的机是大过在 power 的位置。可是呢，当我慢慢去增加这一个取代机的大小的时候，会
影响到我的欧罗上去的几率，为什么？地上的关系，它会妨碍它上去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时候呢，慢慢有可能跑到这个 power 的取代为主。但是这个产品是不能预测的，所以你只要告诉我它是这个 Oro power， 只要告诉我这个 Oro power 的 selection， 谁是 major 它就可以了，两个是 major 都没有关系。OK， 所以在将来呢，这招学完之后，你会遇到一些题目，它是要求你去设计一个分子的合成，它要求你设计一个分子的合成。这个设计分子合成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单独只得到一个 power 或者一个 Oro， 没有关系。你设计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Oro power 的 director， 所以它有机会得到 Oro 跟 power 两种可能性。这时候你只取 power 再往下做，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当我从这边做过来的时候呢，我事实上是要从 power 往下做下去，可是明明做过来说会得到 Oro 场面跟 power 两种都会得到。这时候呢，你就写说会得到 Oro 跟 power 两种，可是呢，我会取 power 去往下做，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个做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好，从这边来看它呢，我要去做这个 maturation 的反应的时候，三个可能性。再一次有三个可能性，对不对？这边是一个 OCH3 加上这个 Nitronium Ion， 再这边的 Nitronium Ion， 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三个可能性。第一个，你的这个苯环顺便打出去呢是进行一个 Oro 的取代，进行一个 Oro 的取代，对不对？所以呢，进行这个 Oro 取代之后呢，有几个可能性啊？这个 Oro 取代呢，开始让你的电子会开始做迁移的动作，对不对？所以会迁移成什么呢？迁移过来，然后这个，以及呢，迁移过来。这是共振哦，然后这几个，这是张叔画给你看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是奇怪啊，如果我是甲基的时候，它会帮忙去稳定它，可是这是正电哎，这个正电的时候。氧是一个拉电池，是高电负度的嘛，理论上应该更不稳定它的这个正电荷啊。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氧呢，它可以当成是一个 pygonating 做共振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呢，会多增加一个共振的结构出来，得到什么呢？得到这个，这叫 pygonating 所造成的。所以这是它完整的共振式，这是完整的共振式。相较一条氧三个，它有四个共振式，对不对？我的氧电半径开口没一点的效果。第二个，这边是一个 Oro 的这个 attack。第二个，如果我是走一个 meta 的 attack，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会发生。现在这边，然后呢，会得到什么呢？第三个，你如果走的是一个 Ara 的这个取代，会得到什么呢？
这三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一样是开口的一笔。当我的正电流出现在接氧碳上面的时候，我会多出现这一个 cytodynamic 自身的一个这个 osmium 的共振式。所以呢，在 oral 跟 para 进行这个 oral 跟 para 取代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多出现这样子的共振式，提供了你额外的这个稳定的，对不对？这个 heavy resonance。提供你额外的共振，去帮助你稳定。好，所以呢，他的下一步就会做什么事情呢？我把它画在这边哦。他下一步做什么事情呢？当我取代上去之后，这边本来还有一个氢嘛，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还有氢？这边本来就有氢的，这边本来就有氢的，只是我把它打出去。你如果觉得这个很难看，不用靠这边难哦。那个有两个插曲，对不对？一个是这样，另外一个不就是这样子吗？你说两个画都一样，你不管是用刚刚那个画这个画，结果是一样，只是怕你会误会而已。画出来，你只要用哪个结构，你无论双键这么摆，还是另外那个摆法都一样，画出来结果真的都会一模一样。你就画画看，是一模一样的。好，这个芯片这边我做了加整做芯，还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做完整个动作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借助这个硫酸根？进来抓了氢，然后呢，做一个 ignition， 就结果得到什么呢？会得到oral product， 下面也一样，这边是做一样的事情。到这个巡演都快结束了哦，你一定要记得哦。我们画出没有画出氢不代表不存在，只是因为呢，我们在表示这些结构的时候，有些氢是不去画出来的，它是存在那里的。好，所以你要记得，做完之后这是一个氢存在的，这是不会不见的，这是不会不见的。好，所以这边是呢，如果我的这个利用 Akasi 的这个取代机的时候呢，你所会看到的这个状态哈，然后它的能量图呢就会跟 Aqueous 的呢是长得一样，跟 Aqueous 长得是一样的哈。那如果我们今天呢是把我们的取代机，如果把这个地方哈改成是 amine 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画画看，把这边改成是氨的，哦 ，N 七三七三，这个氨基的取代会得到一样的这个倾向性，会得到一样的倾向性。所以，因为这两个是这个共振式呢，提供额外稳定的，所以呢，这两个会是 major 的话呢，这一个则是一个 minor 的话呢，哦，非常少，只有两个 percent 而已，所以这是可以解释的这个过程。那如果我的取代里面呢，是你的中 is showing good， 就是拉电子机的，那这个拉电子机效应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啊？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个会是一个 deactivating。同时呢，它会是一个 meta
directing group。它会是一个 meta directing group。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这是 natural bending， 这是一个标准的拉电子机，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的拉电子机。那到底这个拉电子机存在这个保温上面的时候，它对这个 aromatics 去进行一个 mesophilic substitution， 会造成什么样的效应？那你告诉我，这是一个 deactivating， 为什么是 deactivating 呢？因为这些拉电子机嘛，所以呢，它容易会造成它整个团的电子密度下降。那你如果把它更量化，结构上去看它电子流动的方式怎么判断这些事情啊？我们来看。那所有几种共振式啊，这是一种共振式，对不对？我两个氧在氮旁边，两个氧是在自己做电子的重新调整，但是呢它对本文生命这个影响不大。对不对？可是呢这边的本环呢也有可能会参与过来做这个电子的共振，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的 nitro 是放在本环上面的时候，会在我的本环的循环心上创造出一个带正电的carbon cation。想象得到啦，我要去做一个取代反应，第一步是什么？我要把我的电子打出去去打人，结果还没打人，这边自己自废武功，把我整个这个本膜上面的电荷密度给下降下来了。所以当然，它是削弱了你的那个 density 的，对不对？它一定会削弱这个 reduce。但是 deactivating 的过程，这边确定它是一个 deactivating 的过程。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一个 natural bending 呢，再去做一次 nitration， 要做成是 dinitral bending。要做两个这个硝酸基的这个加成反应的时候，一样，你会得到三个可能性。一个呢是 Ozo， 一个呢是 Meta， 一个呢是 Para。 它的产率呢刚好跟刚刚看到的结果是完全相反过来的。它的比例，这是它的比例，反应的比例呢，所以完全是以Meta 的取代 dominant 的整个反应，所以它是一个 Meta 的 directing group。 我要放上第二个取代器的时候都放在 Meta 的位置，可是它是一个 deactivating， 所以呢它如果相较没有任何取代的本环去做同样的反应，你会得到 natural bending， 对不对？这是没有任何取代性效应的时候去做这个反应，他们两个之间啊反应速率会超过多少？十的五次方倍，是十万倍。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反应效率非常非常非常的差，它的反应呢非常难得到，非常难得到这个产物。所以这个是比例哦，是比例哦，可是它产率呢可能只有10%、5%而已，表示什么？这反应非常难进行，非常难进行。所以虽然它是一个 meta 的这个选择性，可是呢，这个反应基本上去做它的时候呢，非常困难，它的反应性是很差的。
它是一个 deactivating 的 group， 所以它的反应速率是非常非常差的。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个放上 ATL 都是跟苯环比，放 ATL 是比苯环大了25倍，结果放了 Natural 之后呢，反而是苯环比它大了10^50倍，所以它的反应性呢是非常差的哦，是非常差的。那为什么这么差呢？我们现在到时候解释这件事情。我杀掉一颗，补上去就好了。Paro 1.7，是拿 natural bending， 今天呢要来跟这个硝酸做反应，在硫酸的催化之下，这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对不对？是这个 natural bending 呢，这个 natural bending 呢，它要去跟 nitronium ion 发生反应。第一个一样是做 oral 的 substitution。当我去做 oral substitution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会得到这一个，你会得到这一个，然后呢，一样进行共振，它的共振式都在哦。然后呢，他就进一步的去一样再一次被硫酸根拔走漆 regain 的 resistivity， 这次机制是跟上一个整个一样的，所以得到一个欧罗取代的。如果呢，它是走一个 meta 的 substitution， 这个时候呢，则是 meta 打出来。meta 打出来之后呢，会得到什么？这样子的共振式，这个不用背了，对你这体化就好，对不对？反正共振会化的，正电荷在哪边出现，多少电子过去。那、啊、你看，你有看懂这一步在跟你画什么吗？不要到时候你再做那么多。第一个 ，also 的时候就是什么？这一个打过，这叫 also， 对不对？然后呢，这一个打过来，接到它上面。然后呢，这个电荷让它接在这边的，这叫 meta，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 para 的，一样也可以是这个打过来，一样也可以是这个打过来。
只是呢，我的 NO2 接的地方是要接的，不落出来是在这里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走的是 para， 走的是 para， 打过来之后呢，我这个 gate 电子呢出来去接了 NO2， 然后呢这个电子呢是接到这个位置来，落出来跟这个在这里，对不对？落出来跟这个在这里要怎么画它？就画出。然后呢，进行电子的共振。知道吗？再进行电子的共振。得到它，这个就是三种不同的接法嘛，三种不同的接法嘛。会不会画？看起来大家眼睛中好像还有点点疑惑。接下来要怎么接的？我每个拱环上面有三，我有三个这个拍电池，对不对？我们做第一步是把拍电池的电池拉出来，去打到 NO2 上面去。所以我每去做一个热加成的动作之后，都会在这个双键的两端的一端接上我的取代机，你的手把，自然就在另外一端露出一个正电回来。因为两个板是共享一对拍电池，先把这一对拍电池归给同一个拍上面去，接了另外一个一嘛，你的手把一定露出另外一个正电回来。所以当我是这样子打出来的时候，接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接着在这个位置也在，对，所以就是这样去看它的，很简单哈。那如果是下面这一个，我从下面这个去接，这边这两个 A 端点，对不对？我如果这样子接出来之后，接到这个野手板，如果我上这个看去接野手板，我得到的是那一套，正电落在 power 就是这个。我从这个双接去接，如果我接的过程中，看看接到，看看接，看跟这个野手板接位置是接在 power 的位置。我露出来就会在联考的时候正电，就是这个结果，就会三种可能性，因为这边跟它是对称，这边是一模一样的结果，所以只会有三种结果。好，你画出全部的这个过程之后呢，你会发现跟这个前面所讲的软研究软硬图都一样，它都会画出共振式哦，可是我们结果是相反的、啊，一样啊。Para 跟 Oro 他们都会在接原来的电荷这个 A 鼓舞的地方都出现正电荷，可是啊，刚刚在 AQ 鼓或是 Akashi 鼓的时候都告诉你，我会产生额外的共振式或者是三级的稳定仓。可是现在呢，我上面放的是一个拉电子机，我都缺电子了，你还是拉过去，我只是造成它更不稳定。在那一所例子更清楚，为什么？我是把两颗正电荷靠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对他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 positive charge at junction at gate 就 positive charge， 你是不是把一个正电荷加到另外正电荷上面去了？所以它产生一个正电荷正电荷排斥力，所以这是一个 very unstable。resonance。同样发生一样的情况，这也是一个 very unstable resonance hybrid， 一样是因为两个正电荷靠在一起，两个正电荷靠在一起。如果它不是 natural， 它是一般的 carbonyl CO 的，那也是一样啊。我在画 CO 的时候，如果说这一个 R 如果不是这个拉电子机的效应，如果是 NO2 很明显，对不对？这个拉电子效应如果不是，它是长得像怎么样？是像这样子的这个 group。说是像这样的 group， 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拉电子的效应呢、啊？很简单啊， carbonyl 你不是会看到它的共振式的存在吗？所以一样啊，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样的共振式，所以对他来讲，这个还是一个带正电的形象的关联式在这里。可是你想象得到，
它的拉链效应一定要低过 natural。为什么？因为 natural 永远都是正电带在上面。这个呢，则是少部分的共振式的贡献度，让它的碳带部分正电。所以拉电子机跟推电子机都有它的强弱之分，都它强弱之分。所以你不用想了那么多，你只要告诉依我告诉你的拉电子跟推电子判断的方式，当它摆上了斗门上面去之后，它就出现这样的效应出来，它就出现这样的效应出来。所以整个反应的过程会长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反应呢？用能量图来看，告诉该怎么看。用能量图看到该怎么看呢？这边是你的能量，这边是你的 reaction coordinator。我的起始点是本环跟 natural bending 去比较，我们两次去比较这两个嘛。单纯以本环来讲，它要经过一个活化能，然后呢达到这个我画下来一点，好不好？这是一个吸热的过程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我破坏了这个compound的方向性，一定是吸热才能够突破它的。这是它的 machine state。如果不是本环，变成的是 natural bending 的时候，我会出现两种大类型的这个中间体。一个类型呢比较低，一个类型呢比较高。这两个呢，分别是谁啊？分别是这个中间体，这是 meta 的中间体 ，meta 的 singular complex。上面这个呢，则是auto 的 compass， 以及呢 它的 sigma compass， 这个可以理解吗？对不对？我只画出半反应，对不对？第一个，我的本环或是 natural bending 要做 natural 的时候，破坏方向性得到了一个比较稍微稳定中间体的这个 sigma complex， 然后它还有下一波准备画出来，是吗？重新发新 deformation 到哪个上面去？那部不用画，因为那部不是你的数据决定的地方，这部才是数据决定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先判断出来，在中间体来讲，在中间体来讲是 meta 取在中间体比较稳定，原因为什么？因为在 auto power 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正跟正碰在一起的地方。NO2 本身是不带电荷，可是呢，你把 NO2 的路易斯结构画出来之后，事实上氮上面是带正电的，对不对？所以呢，它会产生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中间体。所以，如果你要去预测整个反应的过程，你要用 Hubbard Pass 去预测。Hubbard Pass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吸热反应里面，我的过渡态的能量峰点是判断的依据呢，是按照我的产物端去判断的。所以我的中间体越不稳定，产物端越不稳定的，我的过渡态能量高峰就越不稳定。比较稳定的这一端呢，就相对稳定，所以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能量峰点，一个是进行 auto para 取代的过程，一个呢则是进行meta 取代的过程。可是再怎么样都没有比本环来的好做，
所以 overall 来讲，你只要现在就被你去做它，我的反应的活化能都会远高过本皇。所以这一段能量差，这一段能量差就已经告诉你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这两个活化能的高度是大过这个本皇的活化能的高度，已经告诉你这是一个 deactivating 的 process，整个反应相较本环是变慢的，大家可以理解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只要我是 natural bending， 我要去做一个轻电子性的方向加成反应的时候，我就势必要去突破一个比较高的能量高峰的话，它的反应速度就是比较慢的，反应速度就是比较慢的。所以理论跟它的这个原理都跟在Initial Donating 是一模一样的， Initial Donating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是一个很好判断的过程，是一个很好判断的过程哦。所以如果你以能量来看，这个 Ozo Para 的过渡态，它是大过Meta 的，更不用讲，它是大破本皇的，所以当然是一个 deactivating 的过程，当然是一个 deactivating 的过程。你如果翻回去看我们之前画给你看的 Akio 跟 Acasio， 去翻翻看，我那个时候怎么画的？是本皇在上 ，Ozo 跟 Meta 是在下，对不对？因为呢，只要你在你的位置上放上确认心的时候呢，都会造成你的中间体是稳定下来的。所以我的过渡能量要跟着稳定下来，所以呢，它的反应速度就会大过你的方法的稳定效率。所以放推荐其实 activating， 放拉定其实 deactivating 的 process。所以这已经可以用很完整的方式跟你解释整个反应为什么是这样进行的。好，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了，这个在放上拉电子机的取代的时候，会得到这样子的相对应的结果。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第三种类型的取代机，我的 R 呢是 Halo 的时候，那怎么办？ Halo 过，那我该怎么去判断？预秀点的时候，判断它的反应性，它的反应性会是什么呢？来猜猜看，它会是一个 activating over a deactivating process， 它的反应的过程会是哪一种？原则上会是一个 deactivating， 它是一个 deactivating。它是 deactivating， 为什么？因为呢，这一些绿秀点的这个分子啊，它是具有high initial activity 高电度度的，还有呢，它是比较这个大的 size， 可以 back 会把电池拉过去的。所以呢，这两个原因会造成它是一个比较 deactivating 的 process。为什么高电度度就会造成 deactivating 呢？很简单啊，高电度代表什么意思？我会去拉两颗原子之间间接的电子，所以我是不是把整个电子密度从本能这边拉到自己身上来？所以它也是一个削弱的过程。
它也是一个削弱你建基数的过程。可是很特别是什么呢？它呢会是一个 power。Olo 讲不太清楚，好跟 Olo 讲不太清楚，怎么去这个做到这件事情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虽然一直用同学群做给你看，但是事实上你之前所学过反应都成立哦，包括绿秀点的取代，包括这个 subordination 的取代，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它所选的性都是一样，只是这边为了方便，全部都是拿同一个例子画给你看。它会得到三种取代器的可能性，倾向于是放在 Power 跟 Auto 的位置， Power 跟 Auto 的位置。那你要怎么去解释？我们刚才知道 derivative 是来自于卤素类分子本身对电子的这个分散的能力，对不对？你说是电负度的时候是怎么样？高电负度会把电容放大。以点来讲，点本身电负度并不高啊， 2.7 而已。可是它非常大一个 soap， 它是一个 soap atom， 很大一个原子，对不对？以前我们在氟化硝酸有机都跟你讲这件事情，它很大表示什么意思？它能够把电子呢？带到自己身上掉之后，让它散得很开，所以呢，它也会有这个倾向性把电子往自己身上带过来。以前是不是学过 I 负是一个很好的连续机？因为它把负电子带自己身上的时候，它可以让它散布在一个比较大的表面积上面。所以这个 soft atom 它有这样的效应存在。OK， 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概念的话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呢，去遇到了 neutronium ion， 一样要去做三种可能性。第一个是 Olo， 这一次就不画出全部给你看，因为太累了。但是我们可以画出来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一样的画法，你回去可以自己画画看。绿在这里，我做 Olo 的时候呢，会产生这一个重要的这个取代性，这个中间体 sigma complex， 对不对？然后呢，它一样会有自己的很多另外两种不同的共振式。电又跑来跑去，然后再电又再打过来一次。可是啊，我们的氯是什么？七 A 组的元素，我上面有三对的 non-bonding 的配合。这个时候呢，我的氯呢会供给，它会供给过来，然后呢会形成多一种的可能性。会出现一个多的共振式，在 meta 的时候呢，它的共振的这个所有的结构画出来之后，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额外的稳定的这个共振式出现的，它是没有的。如果呢，你走的是 Para， 你走的都是 Para， 得到的是什么呢？它其他的两种，这边呢一样会经过氯本身对它的
这个 activity 过程，然后呢会多一个这样的工程出来，就是因为呢有这两个的存在，就是有这两个的存在，所以呢它呢会倾向于多一个工程式嘛，对不对？所以呢它会进一步去得到欧洲取代的产物，它是 major， 然后呢 ，meta 取代的产物，它是 minor， 以及呢 ，power 取代的产物。它也是明确的，它也是明确的。好，试着画画看它，待会过来呢，我画给你看它的这个核心空间是好。下课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如果我要把它画成是一个 mesh coordinator 的时候，你该怎么去画？跟能量的关系。你该怎么去画它？ OK。好，我们要来看下去哈。刚跟各位介绍到这个 hydrometry， 往下去看呢，它一样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取代方式哈，分别是oro meta 跟 power。那三种的这个取代方式呢，已经先告诉你，它会是一个 activating 的 group， 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电负度以及这个更大的原子的关系哈。那在这种条件之下呢，我们去跟这个 bending 去比，为什么永远在跟 bending 比啊？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判断它是这个 activating 或是 activating 是要去跟没有取代的时候去比较，比它好的叫做 activating。比较弱的叫 activating， 对不对？所以如果以这条线来看它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它的三种不同的这个产物哈、哦。一个产物呢，会是 bending， 因为 bending 不受到任何取代性影响，所以呢，它的这个中间体还在这里。另外两个呢？有 power 跟 meta 的取代，其中呢，这个 power also 的这个取代性呢，它的稳定性呢是要好过 meta 取代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如果是 power 取代，以及呢我是这个 meta 取代的，在 oro 取代的时候呢。它呢都会多增加一个额外的共振式出来，对不对？它会多增加一个额外的共振式出来，知道什么共振式啊？会得到这一个这样的共振式出来，所以增加稳定性。那如果是 meta 这个呢？则没办法出现利用卤素来提供额外稳定能的这个可能性，虽然是比较高的波浪。所以整体来讲呢，它的波浪的高度呢，就是 meta 这个最高，还是 power also， 还是 bending， 讲这个 bending 过程 ，OK。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你的取代机对你的整个反应过程的效应影响，反应的效应影响。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什么呢？刚刚讲那么多取代机，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图表可以告诉你这些取代机分别的这个效应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哈。取代机部分呢，它是属于这个，等一下啊，不要紧，主要是一个 title menu。或者是呢，它是一个西瓜东西，或者呢，它是 hello。或者呢，它是卡通影，或者呢，它是其他的比较偏大电子机的。那哪一些是属于这个 Python Native 的这个取代机啊？像是这个Amino类的 Amino Food， 比如呢，它是 OR， 当然这个 R 可以是 H 可以是 AQ。所以这个 R 呢，可以等于是 H， 可以等于是 A 点，烷基类的，就是太多那个。哪一属于 Sigma 功能？就像是这个烷基的，所以比如说像 Messier， 比如说像是这个苯环，它呢，我们会把它写成是 B， 这种类型是 Sigma 功能，它会去推电子的效应。然后呢，黑色的那些呢，绿、锈、碘，这些是这个可能参与的卤素哈。铂呢，通常比较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为什么？铂的电负非常高，4.0。所以呢，通常以铂来讲，它会去这个先削弱掉它进行那小便的这个输出的可能性哈。考文有哪些呢？像是 keto 铂有点，像是酸。像是Easter， 那哪一些是其他的这个基法呢？比如像核酸根、沙罗、Natural Food。你以这一个 deactivating 跟 activating 来看它的时候， activating 跟 deactivating 来看它的时候，这边过去的是 deactivating， 反应速度是要变慢的。这边过来的是 activating。那如果你取代上去的这个效应的这个影响，是这边呢是
Para also the writing group. This is Meta the writing group.是没代表人力度，所以你可以理解，这个地方呢，在叠体部分呢，它扮演的是一个比较拉电子器的角色，这边呢扮演的是一个比较推电子器的角色。所以是你会遇到的一些取代，不会超过这些东西，顶多在边缘。这边指的是在进行 electrophilic aromatic substitution 的时候。如果我的取代机这边有两个以上，也就是说我的取代机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 R1 的取代机带上去 value， 它去进行这个 electrophilic aromatic substitution， 要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第一个，两个呢，如果没有这个 no conflict， 如果没有矛盾的话，什么叫没有矛盾呢？就是说，两个的选择性本来就是一致的，那就没有问题。就照原来的这个取代方式，比如说，我是一个 dying， 这个 dying 呢，它是这个 metal dying 哈，两个都是甲基，那我要去做这样子的取代反应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这个甲基，都是推电子基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分别会活化哪几个位置啊？活化他们的 oral 位置。以及呢，它的 meta 位置，所以基本上是活化在同样的位置，所以不会有任何冲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呢就会得到两种可能性。这个是 major， 这个是 minor。原因是因为呢，这个位置太拥挤了。但是是不互相冲突。但是呢，若是会有冲突的时候呢？则要以这个 activating group 为主，为什么 activating group 跟 deactivating group 差在什么地方？差在它是让反应速度是变快的，所以当我两个取代机，像是呢，在这个例子来看，两个取代机，一个是 homeostasis， 一个是呢 natural group， 以 homeostasis 来讲。它呢倾向的位置点在什么地方？倾向位置点在它的 ortho 位置，
对不对？那以 nitro 的这个取代性来讲，它的形象在什么地方？在它的 meta 位置，这地方已经 meta 位置已经被用掉了，不可能在这里了。它的形象是在这里。在这种条件之下呢，就只有 OCN3 这个基团呢去锻炼下一步上来的可能性。所以当它遇到了硝酸做奶缺损的时候，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为这上来是拉链，跟谁上来是谁都没有关系，只有跟原来在董行上学的机器有关系。所以既然它是加速反应发生，它是减速反应发生，还是要尊重它嘛？因为反应速度是快的。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条件之下呢，会以这三个发生点为主，以红色的这个 auto power 发生点为主。这个地方因为两个取代器夹在一起，很难发生反应，所以呢，会以这个位置点跟这个位置点的差异。方面的这个产物发生，所以这是当我有出现两个反应的这个两个取代器上去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话，怕你误会发起上来，没有话就是假性的意思。所以这是你在控制你的取代反应，这个轻电子性的芳香取代反应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该注意的事情啊。好，前面呢讲了很多这个怎么样子放取代机，然后呢怎么样子去这个把一些这个移除板呢放上去本门上的一些方法，可是呢要放上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建立的见解呢，不是卤素，就是氮，就是不然就是这个其他的异原子，就其他异原子硫啊，做 sublimation 的时候，做奶缺损的时候的氮。那如果我今天要放上去是建立一个新的碳碳键，那我该怎么去建立新的碳碳键？在本环上怎么去放上一个这个碳碳键哦，就变成非常有名的一个反应叫 the Fraggle Crafts Acculation。这是在放苯环上放上这个烷基的时候呢，会操作的这个反应哦。所以做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跟做这个combination 啊 formination 是有点像的，是有点像的哦。它利用的这个试剂呢也很像哦。这个苯环呢，它呢要去跟一个这个 AQ 黑来发生反应。用 nuclear 或者呢，你是用这个 ion boron 也是可以的，去做这个催化的这个过程，看你所使用的这边的卤素。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 A 就混接上去，产生一个这个 hydrogen halide 的这个副产物。那什么反应是什么发生的哈？我们要选一个例子来看它。这是一个 terbutyl chloride， terbutyl chloride， 它呢
在这个 ambient trichloride 的作用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按照我们所学过的这个反应机制，首先呢，这一个 tritium chloride 它碰到的 ambient chloride 会很像 chlorine 去碰到 ambient trichloride 一样，它会做什么事呢？它所在的这个 chloride 会去打到 aluminium chloride 上面。我们之前讲过，在 chlorine 是一样，是 CO2 其中的 CO 打到你的 aluminium chloride， 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去之后变成什么？
接上去。可是呢，如果我在一级的位置呢，我离开之后，这个碳，我做这个时间离开，我生成的是一个一级的碳氧离子，很不稳定，对不对？它是很不稳定。如果我进一步的去生成，这是一个一级碳氧离子，所以这条路径是不会走的。所以呢，它会在你脱掉之前呢，利用苯环做一个像是 SN2 的反应进来，然后踢掉这一个 aluminium tetrachloride， 得到什么呢？接着呢，这边本来就存在的氢被抓走 ，regain elementicity。regain elementicity。然后呢？把这个 S 接上去苯环上面，这是在一级的碳中心的时候，你们先把它画下来。所以这是突破刚刚我跟你讲的，如果你今天这个要建立出来是一个苯环上直接建立出一个新的碳碳键，而且呢，这是新的碳碳键，它是建立一个 sp2 跟一个 sp3 新的碳碳键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叫 Bragg-Prebitt Acylation Reaction。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烷氢化反应，你要懂得上面去介绍这一点。我请助教联络一件事情。就是这个Acylation 的过程。那这一个方法呢，做下来之后会不会有其他限制？就是说，我们再把苯环上放上这些烷基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限制？还是说这个方法已经可以套用在所有的这个条件当中了？所以讨论一下呢，它的限制，这个反应的限制。它的limitation，它有什么样的limitation？Bragg-Prebitt limitation， 第一个，黄金可以只有这个 activating 的这种活化过的，或是呢这个苯环，或是呢最差只能到卤素取代的这种苯环，能够拿来做这件事情。你如果是其他的带有 carbonyl 这种拉电子集团的，甚就是当然那些更强的 nitro 就更不用讲，是没办法进行的。这是它先天上的这个限制哦。为什么？这些所建立的这些这个反应性呢，我们知道你要把苯环上面的这个碳电子呢，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 nucleotide 了。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很强的这个野手摆技能。所以我们要去建立一个很强的野手摆呢，同时间如果他这个碳的这个正面是不够好的，我们必须要去更加强你的 nuclear 摆的这个活性。所以这个反应是必须发生在有能够让这个反应呢有降低或化能的可能性，或者是呢最差呢也只能够在带卤素的这种取代剂。带卤素这一种它不是这个相较其他的这个拉丁剂的基本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弱的这个 degradation， 比较弱的 degradation 的这个地方。那第二个有什么限制呢？第二限制呢是限制在当我的取代剂，我先给它掉了哈。第二个限制，它会受到 rearrangement 的影响。只要看到这个太阳离子出来，就知道 rearrangement 可能会干扰反应发生。所以今天的反应呢，如果是发生在一个二级的卤素。这是一个二级的卤素，这是一个 isopropyl 的 chloride， 去做一个这个 photographic 的这个 activation 的时候，它发生什么事情？它呢有可能会做这个什么样子的这个调整？不是二级的，应该是这样讲。当我能够去调整的时候，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 photophobic 这个 chloride 的时候，它会受到什么影响？它碰到了 iron chloride， 它会形成这样子的中间体。现在这样的中间体呢，它是会如果要做掉，会形成是一个这个一级的反应的中心。可是呢？当我旁边如果有可移动的氢的时候，我就会呢倾向去进行一个 hydride 的 shift。那我本来是该形成，本来我会形成一个这个 CH3CH2CH2 带正一级太阳离子，这个反应呢是不会进行，为什么？参与太过于，可是我若经过一个 hydride shift 之后，我就有机会呢形成一个 more stable couple 的太阳是在二级的位置上，我就做这个事情。接着呢，我的苯烷进来，打上来，我得到了常用的。希望得到它的，结果你不会得到，你反而得到的会是一个经过重排之后的。所以呢，这个反应是会受限于你的重排的这个反应的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哦，你要怎么去突破这件事情，让它不会发生这种重排的过程？
第三个，当我在做这类型的这个烷基的取代的时候，你想象一个事情，当我的苯环去做一个烷基的取代，表示呢，我会在苯环上放上去一个烷基，放上烷基之后呢，这个烷基会是一个推电子基环，所以表示什么意思？它相较你还没有放上去之前，它是一个 activating 的 substrate， 是被活化的 substrate， 所以它会在形象放上第二颗，放上第三颗，所以出现什么现象啊？会出现 multi oxidation 的这个副产物的可能性哦。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哦，如果我做这个反应的时候呢，我如果是去做刚刚这个 acyl chloride 的这个过程呢？以这个过程来看，我就不再重新画了。第三个限制会出现 multi activation 多重化的烷基，怎么发生的？你的反应当中还是有这个没有用完的 aluminum chloride， 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从这一个做到这一个之后，我们比较是两个。你刚刚学过，苯环相较于 ACO bending 来讲，谁是活性比较高的？下面这个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停不下来哦，它会马上再做一次。这是本来的。做上去的，接着呢，它马上再做上一次 ，activation， 有可能是在旁边，有可能是在对面，都有可能。对不对？然后呢，会再继续的往下去，这个进行很多的反应，所以呢，它有可能得到这个，有可能得到另外一个是这个。要突破什么问题？第一个，我要怎么去避免发生 multi oxidation？ 第二个，我要怎么去避免发生 rearranging？ 第一个突破不了，第二个反应是跟你本身的芳香烛化物的反应特性是有关系的，是突破不了的。哎、okay ，哦，所以呢，我们只能针对后面这两个来去改善。我们能针对后面这两个去改善，那后面这两个要怎么改善呢？后面这两个要怎么改善？去走另外的这个路径哦。这时候呢，另外一个反应就出来了，它叫做 Fredo-Crafted Acylation。
今天要改变一个合成的途径，我从这个分子叫做 acid 的 chloride， 做过来，然后呢，一样是用 aluminium trichloride 做催化剂，然后呢，会得到这个产物。我们现在看这个产物，我们都要先不讲基础，我们现在看产物。在产物的部分，这个地方从刚刚的 ATO 这是一个 domain input， 对不对？这边变成什么？这边变成是一个，你来说 withdrawing group。带电子机的嘛？为什么带电子机？卡彭尼尔是可以做共振的，它是可以带正电的，它是带电子机嘛？我们刚给你看的 paper 里面它带电子机的这个取代嘛？所以我今天现在放了带电子机了，它是一个 activating group， 它是一个 activating group， 这个是什么意思？它就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multi-activation。本来我们在做烷基化的时候发生 multi-activation 原因是在哪里？我每次放上去一颗烷基，它就让我的苯烷上面的反应性加强一次。如果我先转过来，我让它放上来的是一个 activation， 那我是不是放上来的过程当中，我放上一个就削弱了一次苯烷基的反应性？所以比它跟我的起始物去比，它的反应性是低过我的苯烷的反应性。所以这样在做反应的时候，还是一个苯烷元素，还是一个苯烷元素。刚刚这个不一样哦，我们来看刚刚这个 multi-activation 的时候，我拿苯烷去做一个乙烯化，我做出来的产物结果呢，它的反应性又大过我的苯烷，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啊？我的苯烷会剩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去抢了 AC 苯烷。再往下做下一个烷基化的工具，这个反光抑制我的起始物反应性，对不对？因为这个来讲，以这个来讲，它是一个你那冲抖音分规，它是一个 activating。它的反应速率是大过。这个来讲，它是 activating， 所以呢，它的反应速率是小过苯烷的，要小过苯烷，自然就不发生这个多重化的情况，多重的情况反应。问题是怎么发生？第二个。那没有用啊！我得到的是一个卡彭尼尔，又不是一个 activation， 这个也不能跟这个相比吧？这个可以得到一个烷基元，这个得到的是那一个跟不一样，那怎么办？很简单，这个反应呢，只要再做一个 chemistry 的 reaction， 利用的是什么呢？利用的是锌，这个在 HCl 底下做加热的条件，有时候是用这个 zinc。有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这个 tin 哦，它通常会是用锌拱锡哦，这个锌呢是会 map 这个 tin map 做在一起，然后呢，它就会做还原的动作。会不会经过 rearrangement 的 process， 重排到底会不会发生？
但是重感反应的发生，关键在哪里？在于呢，当我把 S 口缆去跟 aluminum 口缆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发生跟这个前面的 AQ 口缆是很像的反应机制。我的 R 呢？去掉，去掉之后呢，这个呢有可能会脱掉，脱掉它，这个很不稳定哦。可是为什么会存在？那为什么它不会出现这个 shift 的动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啊，我旁边这个卡布里的阳极我是提供一个稳定共振共振性，所以得到什么？是得到另外一个共振性。在卡波尼奥刚刚这边的例子里面来讲，好，我们刚画到哪边呢？刚画到这个地方来讲好了。当我要去脱掉，产生一个 activation。当我们刚看到这个 CH3、CH2、CH2、CL、ACL3， 当我要脱掉它的时候呢，这个氢呢会做 shift 的动作。是因为呢，当我脱掉它之后呢，如果没有其他稳定的，它会一起的太阳离子方式存在，那是不稳定的。可是如果在这例子里面，它脱掉之后呢，我的氧会共振过来稳定住这个太阳离子，产生额外的这个稳定的共振能，所以它提供一个额外的 resonance and separation。下面有一存在。这个时候呢，我的本网才会进来。打在这边，你可以画在这边哦，两个都可以哦。你画这边，你可以画在这边，一样。那我电子就会去，然后呢，就会得到这个。主要这里，然后呢，这边的氢当然一样，利用这个单一这个口缆去抓的氢。就会得到这是两百一机制。我们把它拿来跟刚刚出问题的这个头皮的口缆进行 activation 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这是本网，我所选的第一个方法是进行 cradle cradle。Acculation， 利用呢 ，Topio， 包括在 Aluminium Tricholide 的这个碎化剂下去做这个反应，会得到什么产物结果？会得到这种产物，不止哦。毛皮萃取，两次都有可能，对不对？或者是什么，还会加上加成在黄酒上面，或是上面。所以呢，产生 isopropyl 的原因是因为你的 arrangement。产生。第二个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 activating 的，它是 activating 的。那如果不要，我就是非得要产生，我就是非得要去做这个产物。这就是我的 target。
一个 population， 我什么都不用教吧？那怎么办？这时候呢，我就必须要采用第二个方法。叫做什么方法呢？用什么条件呢？用这个 OK， 弄一个 AC Cola 加上矿泉水 Cola， 做什么动作会得到一分子的 aluminium tetrachloride 这个时候它不是回来扮演这个碱的角色，你就得到了重要的产物，这是一个接上 aluminium 接上一个这个是 ACO 的这个 ketone，可是你还是不是他啊？怎么办？再进一步的利用新拱形，另一个 anion， 在 HCO 的水溶液条件之下，还原掉这一个 ketone， 就得到这个产物。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避免这个反应的发生。在其中呢，我放上去的这个中间体的产物，这是一个 ketone， 对不对？卡布尼固在这里，这是一个。这个electro withdrawing， 它就是一个 deactivating deactivating group， 它就削弱了整个反应的反应性，当然就避免所以整个解决方案就在这里，我要怎么在苯环上去进行一个烷基化反应，我不希望它经过重环，我不希望它得到多重化的烷基化过程，就这样做出来利用 Fredo-Fabry solution 的过去。所以人家 Fredo-Fabry 这两个人他们做的时候呢，不仅是开发一个新反应，他还发现问题，还解决了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问题，利用 isolation 的这个 reaction 去解决了这个鉴定这个新的碳碳键会造成的这个重排以及这个多重化的效应。好，我刚刚请出。